大家好，我系金梦渐远线，今日嚟讲一个就系梧州历史照片嘅考证研究，关于大东大酒家同南华酒店嘅。呢个系内容提要，就系嗰只视频会通过两张旧照片之间嘅矛盾，咁样就通过新嘅线索去分析，最后尾通过就其他历史资料嚟证明。咁就我呢个视频会按照我自己嘅思考呢个问题嘅时间线嚟注实嘅。视频当中嘅大部分照片都系网络资料，如果系我自己拍嘅照片咧，我会喺视频结尾就汇总整理。首先就系呢一张照片啦，呢张照片喺网络存在好耐嘅，我都睇好耐噶啦。咁就嗰张照片佢嗰度就有只大灯大酒家嘅字，咁我哋就。暫且當佢呢一棟建築就係而家嘅南環路同大南路口嘅一棟大東大酒家。咁後面近年嚟呢，我又喺網絡發現啦嗰張照片。嗰張照片當時嘅網絡嘅文案呢，就寫個條大南路。咁我當時就見得係有少少，即係有少少疑問啦，因為網絡一啲資料真係魚龍混雜，冇一定真嘅，就係近期。近期咁樣，我就喺呢個廣西一覽，佢係1935年出版嘅。咁呢一本書當中咧，呢一張照片咧，佢明確係寫明咧大南路。咁嗰張照片同嗰張照片咧都係一樣嘅。咁就根據嗰張照片嘅顯示，咁我哋睇睇佢係可能係今日嘅咩位置啦。咁首先嘅大南路喺梧州有兩條，一條就係橫嘅，一條就係豎嘅。首先要排除橫一條，因為橫一條佢嘅地勢比較平坦，但係我哋見到嗰度照片嗰度咧，佢好明顯有一隻下坡。咁樹嗰度咧，佢就係樹嗰條，佢就係帶有下坡路嘅，所以我哋就暫時判斷佢個下坡路嗰度咧，可能就喺呢度，可能就係、今日南環路同大南路嗰只路口，因為佢嗰度嗰棟建築佢係橫住過嚟嘅，證明佢嗰度咧。橫過嚟嗰度咧係一條路，咁橫一條路，豎一條路，咁可能就呢一個丁字路口。如果咁樣一嚟咧，嗰兩張 A、B 照片一副起身比較咧，就產生只矛盾。咁既然嗰兩張照片我哋推斷嘅位置係一樣嘅，但係咧嗰兩棟屋咧望起身咧，佢係有好明顯嘅差異嘅。我哋講講佢差異喺邊度依位置。首先就係佢嗰度嗰邊 A 照片二樓佢嗰度，佢咁樣開一個窿，但係嗰邊咧你可以見唔到嘅。然之後咧嗰種廣告字啊，廣告字佢似乎又冇又對得上，而且係一種粗嘅形式冇同，嗰種係三隻細嘅粗，嗰邊係一隻大嘅粗。如果講上高嗰啲咧，佢都可以通過改建啊，又變成開冇同嘅樣，但係咧下低講嘅咧，可能佢就改建得比較難，或者咩咩必要就係、是、我哋睇到佢 A 照片佢係。四條柱，然之後咧分成三開間，一二三。嗰邊 B 照片佢係一二三四，咁啊注意上面屋頂個舊招牌，佢係相對於建築作對稱嘅，所以推測嗰邊肯定就一條柱，所以佢係五條柱四開間。咁嗰種關於嗰種柱嘅係佢嘅建築嘅只基本框架嚟嘅，就係你冇有必要就冇去改建嘅，所以佢嘅。嗰兩棟睇起身咧，明顯就係唔同嘅建築，所以就疑點。而家就呢兩張照片分析嘅話咧，疑點就係、是、一就可能係 A 照片有猛啱，即係話咧佢嗰只大東大酒家佢唔係今日嘅南環路嘅一間酒家，即係此大東非彼大東。另外一個就可能係 B 照片有但係個人咧，因為佢嗰只廣西一覽，佢係帶有官方嘅成績，但係佢嘅可靠性咧，可以講係比較高嘅，所以咧嗰張錯嘅可能性又比較低。就如果咁樣聯繫起身判斷嘅咧，又有可能一種可能性嘅第三個可能性就係、是、A 同 B 實際上佢嘅位置係一度位置同一度位置嚟嘅，只不過後面呢棟樓咧，唔知咩原因因故可能有啲自然災害啊，或者日軍轟炸咁翻嚟重建啊啦。直到呢張 C 照片出現，咁就為 A 照片咧就提供咗有力嘅證據，就係呢一張照片佢係可以明確證實開
嗰條路就係南環路，而且咧個棟樓咧就係而家嘅大東大酒家嘅亞棟樓。我哋就睇睇嗰棟樓啦。首先就係 C 照片同 I 照片，佢嗰棟主體建築佢係佢立面係有一致性嘅。我哋望到佢呢種廣告字，廣告字對得上，而且咧嗰度二樓嗰嚿開嗰嚿個度又係對得上嘅。仲有就係佢嘅樓層啦，樓層嗰邊就係一二三四，嗰邊又係一二三四，柱又抵得上嘅。仲有一個就係佢嘅雙層建築，嗰度佢嘅右邊嗰邊有一棟，佢屋頂係呈現出嗰種鋸齒狀嘅一種裝飾，咁嗰邊都係同樣有，所以叫加建啦。所以兩棟建築咁樣睇可以講得係同一棟嘅。我哋再睇到佢嗰只舊照片，呢度有一隻好獨特嘅露台。呢、這個露台喺梧州非常之少見嘅，咁就係佢就係喺今日嘅南環路啦，就係、是、南環路嘅南邊有一隻，北邊有一隻。咁南邊嗰只放大咧就係咁樣樣嘅。我哋睇到嗰只樣，今日嘅樣同舊嘅樣係基本上係相一模一樣嘅，所以通過嗰只露台就可以非常明確嘅判斷到當時嗰張舊照片佢就係拍攝於梧州南環路。與此同時，都知道佢喺喺邊度拍嘅，人企喺度，就人呢個人企喺度，然之後咧拍攝機喺可能喺呢度位置拍。咁因為而家係呢個騎樓城古酒啦，咁我就勸我到佢嘅下低，佢照一張同嗰張舊照片差唔多一樣嘅一隻視角，反正路就係嗰條路噶啦。所以 C 照片出現咧，佢就證明嗰 I 照片，即係證明嗰兩棟肯定係同一棟噶啦，而且咧就非常明確定位，佢就係今日嘅梧州南環路。咁一嚟講咧，就將呢個矛盾咧拋去咗 B，因為 B 照片佢係僅以呢個廣西一覽嘅官方性質嚟證明佢嘅真實性。所以我哋小結一下咁呢個疑點。首先 I 咪係疑點啦 ，I 肯定係今日嘅大東大酒家嘅位置，嗰只係已經係實在唔係疑點。咁就 B 又好難得講，好難講佢有錯，所以咧。好有可能就是 IB 同一位置同一建築，咁就因為啲不可控力啊、自然災害啊，咁啊導致咗重建。到呢度為止咧，我對呢兩張照片嘅分析線索咧係中斷咗嘅。咁就直到最近，我同小紅書網友富富不知道啊討論，咁佢又問到我呢張照片。佢問到我呢張照片之後咧，我就將之前我啱先講嘅啲分析咧同佢講。咁正係因為佢問到我，所以咧又引發開我對呢張照片嘅啲思考同探討。我都想知道下個度到底係邊度位置。咁我又重新認真開咁樣睇嗰張照片，我見個棟屋咁鬼大、咁鬼高，成五到六層嘅，我就諗到我曾經又好似係。保存過有一張梧州的相片，咁咧就係呢一張。當時我保存佢嘅時咧，我又見到嗰張照片咧係有疑點嘅，我又唔知道嗰度位置喺邊度。反正嘅佢就有一棟好大好大嘅一棟樓，所以嗰張相片嘅出現咧，成為佢新嘅核心。嗰張 D 照片咧係能夠證明得到。之前係張嘅 B 照片，而且咧嗰張照片實際上佢又係今日嘅南環路，所以喺下面嘅環節我就重點分析下呢一張照片。我哋睇到 D 照片同 B 照片佢呢種建築佢嘅立面形態咧係大致一樣。首先就係佢嘅五柱啦，呢度一二三四五柱四開間呢邊都係嘅，仲有佢嘅呢個檐口係開喺。第四同第五層之間，呢兩者都係一致嘅。仲有就係通過啲細節裝飾細節，呢度兩者佢都有一個就係方形嘅柱頭裝飾，呢度有五個。呢一邊雖然呢個畫質非常之馬賽克，但係都見得喺呢只位置，佢似乎就係一嚿嘢咁樣嘅。仲有就係呢個裝飾同檐口嘅。距離兩者是對應得上的。另外就通過那種廣告字，通過這些廣告字樣和這種窗
呢一個倉佢係四樓嘅側邊嘅倉，我放大喺度。咁呢個倉同呢邊嘅倉咧係可以對應。另外就通過呢種局體量度裝飾，啊呢邊都係有一種咁樣樣嘅面面都見得到呢一種咁樣樣嘅裝飾物。所以兩棟建築佢係層面積比較高嘅一致性。另外我哋即係實際上經過啱先咁樣講話咧，呢兩棟建築可以講得佢係一樣嘅，而且咧呢個拍攝位置基本上可能都係兩張嘅拍攝位置基本上都一致，但係有冇一種可能性就係我哋僅僅係分析個棟建築同個棟建築佢嘅相似性，有冇可能佢係兩棟唔同嘅建築咧？即係佢位置唔同，當然呢種可能性非常之低，只係存在於理論性嘅可能性。咁啊，所以我哋就睇我哋喺 D 照片嗰度仲能唔能夠探索得乜嘢，仲能唔能夠挖得咩有價值嘅線索出嚟？所以就再睇佢呢個 D 照片嘅英文嘅文字介紹，佢提到開呢一個天主教堂同埋斯達醫院呢兩棟建築而家仲喺度。咁佢就提到呢條路佢係連接教堂同醫院之間嘅。咁天主教堂係喺而家嘅衞生鏈呢一邊，咁呢個醫院咧係喺呢一邊泛民路嘅呢一邊嘅，所以連接呢兩個地方嘅呢一條路咧，佢好有可能就係今日嘅南環路。咁呢度呢個粵語拼音我哋可以忽略啦，因為啲翻版佬可能佢搞錯啦，佢寫成開環南路而唔係南環路。儘管有錯誤，但係冇影響呢個文字描述對呢一條南環路嘅指向性。第二，通過周邊建築去分析呢、這個去分析，就通過比如講嗰度舊照片嗰度有一隻咁樣嘅轉彎鼓，咁喺今日都揾得到，同佢就係今日呢個大南路同南環路呢一個路口，呢度又有一隻轉彎建築嘅轉彎，咁佢就對應呢一度係大莊路同南環路嘅路口。咁啊，呢個周邊街景都係對得上嘅。最有就係呢個上坡，我哋見到舊照片呢度，呢度係上坡，呢度地勢高，呢度地勢低，明顯有一個上坡或者個下坡嘅呢個道路地勢，我哋今日都仲見得到，就喺南環路、大欣路呢度，呢度佢都係有上坡嘅，呢度又見得到，呢張可能比較明顯。最有就是呢棟建築，呢棟建築舊建築同今日都仲揾得到係兩棟係一樣嘅。我哋睇睇，就係喺市風景對面啦。市風景呢邊係市風景，市風景對面條路對面嘅嗰棟屋嗰度煙咧，我哋仲能夠揾得到佢呢個屋嘅呢啲帶有民國時期特徵嘅一啲裝飾，就係呢個檐口啦，量度局體同埋嗰種檐下嘅裝飾物。咁所以就話咧，就喺舊照片當中咧，嗰只位置係揾得到，係有一棟建築，而且喺今時今日同樣嘅位置又有一棟帶有民國特徵嘅建築，咁樣兩者咧係可以互相對應嘅。通過呢五個證據分析，咁我哋就非常之明確啦。就呢一棟呢一張相片，佢就係拍攝喺梧州南環路，而且這個方向又係非常之明確，就係呢邊係東，呢邊係西，呢邊係南，呢邊係北。咁個度彎角入去嘅就係大南路，個度彎角入去嘅就係大莊路。這個係我可以講非常之明確噶啦。所以呢兩棟建築佢就係同一地點嘅同一建築。咁一嚟嘅話，我哋就將呢啲舊相片整理一下，就睇睇係因為咩原因個兩棟建築造成咁嘅唔同。咁就首先呢一張佢係刊登於1935年嘅《廣西一覽》，所以嗰張照片肯定係1935年之前嘅。咁呢張照片咧講係1949年，咁就我哋可以咁樣通過分析知道。嗰兩棟建築佢嘅形態一樣，所以嗰兩張照片嘅年份咧係相近嘅。咁就因為喺 C 照片當中，佢呢一個
呢一個鋸齒狀嘅建築嘅裝飾，呢一度就係 C 字片佢加建啦 ，I 字片佢上高佢未加建，所以咧推測咧就係、是、C 字片要晚於 I 字片，大概嘅年份係咁乜樣嘅。咁我哋知道就係、是、呢一個樣佢係早期，呢一個樣係晚期。咁問題推測咁就有可能佢係通過去即係唔知咩原因啦，就係、是、可能可以重建，所以咧呢一個樣就係佢之前嘅樣，而呢一個樣就係佢後面嘅樣。最後就係、是、又係近期就係、是、翻到呢一本書，吳周其良呢本書，呢本書就係民國建造開有一棟酒店叫做南華酒店，實際上就係呢一棟，就係、是、B 字入邊呢一棟，上面佢呢個招牌 logo 呢度寫住華，寫住南華啊咁啊。佢名個建造好係嘛？因為日機轟炸，1947年重建，所以咁嚟咧就自己等於係繞一個大圈，繞一圈就係、是、即係如果當時係見開嗰張見到嗰本書咁啊，就馬西做就馬西做咁多研究代表啦，係嘛？即係但係咁一嚟嘅話咧，自己嘅收入咧都冇少嘅，係嘛？就係、是、通過開主要就係理清曬各種照片嘅呢個關聯咯，就係、是、通過呢啲矛盾啊去分析啊，然之後做咁樣再通過其他資料佐證。反正都是有一定收获的。视频差不多就结尾了，咁就呢啲呢啲照片就是我自己拍的。最后我想多谢小黄书网友苦苦不知道话，正系因为佢问一问呢一张相片，咁啊使到我对呢张相片有更深嘅同更深嘅一个研究，咁啊最后尾都系得出呢个结果，所以亦都系。造成了这一只视频，所以我要非常多谢他。是这样啦，多谢大家的收看，拜拜。